来了，那个沙子放在这个拐杖，有没有？它也没办法爬。是。对，我去一个地方，谈到医生的时候，最少你这个要半年。不是，最少要一两个礼拜，你才可以。不行了，我明天我要去美国开会，我自己做那么大，怎么可能留一两个礼拜？嗯。后来那个请问的总经理就代表我啊，我先带两三针而已，当下马上拆线，走了第二天就走了。哦。说真的是，我老老美说真的是，真的厉害就啊。哇，那你现在这样子没有继续开业，实在是。开业，我现在对您对你实在有时候真的是。嗯，这都是像绳索要绑住的，我喜欢这种那个茶香的气氛。这个都挺人一生能够用的多少？对，啊，真的是这样。你在做的钱没有用，快乐。嗯，啊，对。那些人，像我认识那个谁啊，张步桃中医师啊，你知道吗？张谁？张步桃啊，他有名的张国洲强胃散那个。张步桃。张步桃啊，嗯，很有名。他是国医的，你知道吗？张国洲强胃散的发明人吗？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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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是步桃，他是在南昌路的吗？没有，在那个罗斯福路。对，就那个靠近那个地方，对对对对对。每一天大概多少人的？300多个人的。哇，排队。他还没有健保的，一个人1000多块，一天可以赚30几万。哇。哇。你知道吗？他看到后来他连那个电脑都请那个学生，你知道没有？这个。黄吉叫什么吉良的，他在那把脉而已，已经搞到你看超死了，你看前几年都死掉了。哎呦，太累了。这叫超死。太累了，太累了，太累了。钱赚的不多有什么用？太累了，太累了。所以老师跟我们去爬山，很好的。这种天气爬山要找我去，我不要，我不要。你还是要看天气。对，天气哇，这种天气啊。其实真的不错的。哦，好好，我先闻。这叫普洱茶了。沱茶。这沱茶这个叫做不过这种这个根据野生茶类的。野生茶类的，也是边也是算是也是好几万。绿硬驼。绿硬驼也很有名的。最早的第二颗是第二类的是竹科。这是大概多少年的时间？有人是80，有人是90出的，不管了啊。嗯，我第一批买的茶也是沱茶，大概是90年代，就大概2000年左右吧，阿扁那个时候的，都没有包装的，无包装的。其实沱茶品质不好，只是在市场上哈，它不像饼茶一样哈被炒得很高，其实它都是里面前段的茶。其实它的茶籽茶多酚和茶水是比较胶质。对啊，其实照他们普洱的做法，最早的时候是好的料去做沱茶呢。好料沱茶。对啊，因为他们有那个内啡会包子，它不像那个饼茶对。还整桶在市场上的炒作哈，比较普遍。对，这种比较没有。嗯，但是如果你纯喝茶的话，就对沱茶是，我的感觉是这样。价钱上你不要吃亏。对对啊，那你觉得？对。那他们为什么要做成这两种不同的造型？就是他做成沱茶跟做成饼，差别是？还有一种叫警察。警察。警察。没有，就有点香菇的香菇茶。香菇。他是为了那个什么那个喇嘛喇嘛有没有？就是、要小心哦，很紧哦，沱茶都很紧的。是吗？它是拿放口袋吗？不是，它那个是那个它的信众啊，握着那个饼要献给献，是为了握那个饼。对啊，否则他怎么去献给喇嘛？形状不是要拿你不好弄，对呀、啊。那数量少。那他们做成沱茶是做什么的？是好那个吗？来源就是从警察那边要慢慢演变的。看起来蛮警察，很像元宝一样。对啊，他就是从警察慢慢演变，演变到沱茶。做成饼是比较晚期，是这样。做其实沱茶是比较晚的，饼茶比较早。像饼茶在清朝初年就有就有这些了，沱茶好像一直到清末民国初年。才有沱茶。你看我们故宫里面还有个沱茶，
哦，那个是金瓜，那是金瓜，不是沱茶。对，金瓜冻的。它沱茶是我看资料，沱茶是差不多到清末明初的民国初年的时候，才开始有。金瓜是有点像，但是金瓜冻它有浓度降。对对对对对。金瓜是整个它不像正，我中间有一个啊，有一个凹进去的。对，不太一样。我看你用的量，我看人都傻眼了，很多了。对啊，我看你用的量，我说不要紧啊，这种因为它这种老茶没有关系，老茶不要紧，老茶没有关系。人多了，人多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大方没关系。应该我们这么多，大概可以用到八克十克了。那一颗放多久？然后它就很有霸气。你知道这一颗多少钱了、啊？好几万。这颗大概要不要六万呢？可能要六万。这我都不知道嘞。差不多要六万了，这个。这个是一百克的嘛，是不是？哎，250。这个250克哦。对，一百克小小克的。对啊。100克很小。嗯。对啊。哦。赞哈。嗯。你这个属于野生茶，不是那个。像这个也是同一点，但是它比我再晚一点哈。它的起调价格是三万。对啊。三万。你看到？一颗吗？一颗啊。一颗啊，都是一颗的。三万人民币。人民币、哦不，台币。在台湾买的。应该是一颗的啦。这要用高温的，对，高温。用这种壶温度才会上得去。嗯，像我们平常用那个方便的那个铁壶啊，快煮壶啊。快煮壶大概到98度，大概最多到98度是用这个陶的。嗯，像这种大概就真的可以到100度。对，你快煮壶大概都到不了100，那到最多到98度，我看。所以要泡老茶，一定要用这种高的，不然那个味道出不太来，还有那个热那个释放。这温度还是要高。对，温度很重要。因为尤其是老茶，可惜了，你不用高温真的就很可惜了。那用煮的呢？煮的就会比较可惜了。哦，比较可惜。对，我们大概因为煮的很容易把那个茶本的香气对煮太过的话，会有一种那个我们那个羹茶碱的味道。是，对，茶碱的这个羹就是羹的味道，就是我们是碱中的味道，我觉得更不好。哦、一般我们大概就差不多十泡以后，啊，假如觉得说，哎，再拿去煮吧，你至少十泡。熟茶啦，给他们稍微煮一下没有关系。嗯，这种生茶煮就容易变质。可惜的，就很可惜的。哦，生的茶不能至少不要煮，不要煮哦。对，如果老熟茶还可以啦。哦，熟茶多少年？熟茶还要老熟茶？对啊，有新的就是跟生茶一样嘛，生茶也有新的也有老的、啊。所以甘露算新手茶，甘露算新手茶，甘露它但是百福有一款叫做什么东西啊？就是有十几年的，它往前追，有一款，他去找甘露的前身，对对对，就是老的手茶，慢慢跑，它不会是马上就要好，绿茶不只是为了茶气很强的，对，它是野生，它不是一般的灌木茶。茶气很浓的，黄山所以那这个也算应该是布朗山那边的了。嗯，这个我就不太清楚。嗯，因为边界茶，它不是边界，不是边界哦。边界的茶会有一种类似被兰香味。哦，那个北面的茶，我们类似那个什么茶啦？万字散茶是北越的。它有四个字名字叫什么？叫什么什么飞机大炮？不是，不是啦，它
那个北越最有名的飞机大炮，是它的茶，看颜色很深，但喝起来茶性并不浓。嗯嗯嗯。比较薄嘛。啊，转化太快。你看它的茶梗哈、哦，看起来都是细细干干。嗯嗯嗯。你看我们云南的茶看起来都茶梗比较有，比较有活性。比较活性。比较有活性。太干的，嗯嗯。它的茶汁啊，那个它第二点，它的茶。几乎就没有所谓胶质，几乎都是一散茶出来。它主要是应该就是它的太南方了，比较偏南的。都是一散茶、哦、对，比较偏南。要压成饼茶，对。其实像我们讲种茶，要在北回归线，北回归线两侧嘛。那越南已经远离北回归线了。所以它能够粘合。现在还没有完全出来，第二炮是这样。对，这个第一炮一定还会。哦，另外一种感觉。我想喝浓一点，我们现在变成重口味。哇、哦，这个厉害！这个茶气比刚刚那个茶气要强。它这个直接到牙缝，直接钻牙缝。生茶就是不一样。不一样，不一样，不一样。这个直接钻牙缝。这个发热。嗯。刚才那个，刚才比较猛啊，比较猛。刚才那个很绵密啊，这个就是一下子就、嗯、直接就，关这个李小龙的截拳道，比较猛，嗯，哦，真的比较猛。对、嗯，第二炮可能就不一样，这太虚的人有时候没办法喝，比较猛。哦。哇、哦！直接钻牙缝，这个太厉害了。你说，假如是90年代能够这样子的话，真不可思议。啊，这个感觉应该都要也是四五十年了。也没那么高。可能就是因为它以那个，啊，它这个野生茶的关系，大概是野生茶的关系，就比较没那么好。嗯。生茶可以到这样子，我觉得。它材质，树应该比较老吧。树，野生茶对不一定，就没得去管理。嗯，对，没人管理。你现在不是也是？这爬什么金面山？你不如再去那个仙鸡岩，就把那几棵树好好再照顾。栽。不会，现在都不会出芽了，现在都不会出芽。仙鸡岩有茶树哦，被我们发现了。哦，野生的吗？这个时候不是荒山呢。我们发芽，我们那棵发芽，我们大概已经拔掉了。它看成像苦茶树，把它看成茶树，应该不是苦茶树了，那应该不是苦茶树。因为很多苦茶树哎，它这个茶通顶哎。对啊，我不是跟你讲吗？它这个很厉害的，截拳道啊，这截拳道，对啊，很厉害的。没有，这一炮可能要转第二次，那是第一炮嘛？对，刚才第一炮。所以那个仙鸡岩那个哈，我是在想，因为我们看到的只有一排，是有人种吗？应该是有人种的，应该是有人种。我们看有人采过，哎，有被采过，采过。但是我们采那一颗是因为它被藤蔓缠住，然后所以那颗没人采。我们本来是想要去救那棵树的，哦，是。我们把那个藤蔓通通摘掉以后，拔掉它才有办法。刚好就一个，不然都被藤蔓的。还有泡吗？有泡有氧。仙叶它高度也不高啊，那其实不需要啊，不需要。我们平地也可以啊，像那个桃竹苗这边，它都在平地啊，都在平地。它主要看土壤。土壤，它为什么适合在比较高一点的地方？因为比较高一点的地方啊，它土少，石头多。而且它是岩，对不对？仙鸡岩就是感觉上它很像是砾，对，它那个土少，石头多，它就排，因为茶最重要，茶树哈，排水很重要，它的排水太重要了。它抢了，第三炮最准。啊，我接着撒到第三炮才对，它会完全泡出。对，第三炮是真正的出来了。一泡醒，二泡茶，三泡四泡是精华。三泡四泡是精华。以前百福的那个考试题。不是、啊，这个是那个大陆他们整个的，他们整个就有这样在讲的。我也听别人讲过。我这个是我自己感觉，这一泡茶第三泡。对。这个茶喝起来有点腻。
对啊，比较锐利一点。对啊，因为它是就是野生茶嘛，啊，那野生茶它没有经过人类的驯化，所以你就会觉得哦，哎，很香哈，有什么不一样味道？这个药香味比较明显。嗯。有点苦味，这个正常。苦有点干。对。其实茶的基本就是苦。对，就是要苦才行。如果回甘涩，能够生津。对，马上要能够化解掉。最重要它可以转。对。转不了就不行。对，让它化掉就好。你要完成那个苦涩，就是要六十年以上。对。你要六十。对，到老茶的阶段，嗯，要对要看当初啊、还有存藏的工艺啊，存藏的这些都是要能够有啊、确保。我那个猛虎给你喝看看，一口哇都不下错，很猛吗？上次你喝的你的那个什么老班章，我就这样冻尾掉了，已经2019年的，是吗？嗯，那个以前大叶子。应该对，我知道，一片叶子放在上面，完全没有包装。哦，对，就一片叶子，那个有点像化石一样的那种感觉。它压的好硬、啊。对，比刚刚你那个片还硬。还要硬。刚刚那一片。我现在才发现你那也是鱼啊。长寿还是长寿？我现在才发现，我以为只有那里。对啊。哦，对，那边我还看。我以为那个是，我以为你在养石头哎、欸。就鱼现在才游出来啊。你那个没有植物，会感觉好像那种古老的历史。对、欸，它不太动啊。对。古老的历史。它好像它有一个扇子一样的尾巴，是不是？泰国斗鱼啦。哦，泰国斗鱼。泰国斗鱼就是漂亮，在它的。我知道，但是你那只。像那个。对。裙子这样很优雅。对，但是你那只是你挑的吗？它的颜色，它的裙就是这样子。它裙是很漂亮，可是它颜色少了点。它有很多种颜色，它有很多不同颜色，纯色的，嗯，对，纯色的。那有一些有斑的，对，它有很多种。那最原始泰国斗鱼就是我们小时候在夜市看的，它皮肤原始斗鱼，它是金属色，对，金细细的，那种就是泰国原始。那这些后来泰国他们都改，对，做人工观赏改良，然后驯化，我们人类继续把它，就是让它多样化，比较多，就是各式，就像那个兰花一样。兰花都是人类驯化那个杂交出来的。嗯。哦，这个让我一下就整个放松哎。对啊，是这样子啊。然后睡觉了。好茶就会这样子啊。你这个也是蛮敏感的哈。嗯。你可能平常有点气功。他有在修啊。啊。他是通灵啊。通灵。一般迟钝的没那么感觉。那通灵是有练一个功法，很厉害的。不夸张的，所以我都不敢得罪他呢。几句咒。我们去画画就有几个是我师兄一起练的。现在感觉被整个这样松下手。对，我觉得放松了。那现在第三画才看看啊。那第三画。我一个师兄。嗯。他是现在在美国，他在 Google， 那学了很多中医、针灸、八字啊，什么都学。他也是太极拳老师，反正觉得自己很厉害。他太极拳学哪一门呢？陈氏太极。哦，陈氏。我也学过陈氏太极，我觉得他打得普普的了。不过他说他当人家教练啊，骗外国人呢、啊。他会一种叫气针。哦，气针呢、啊。气针是36式，是不是？你有写八字的？我没有学，我是我那个师兄，我是写一本中国八字评注。哇，这我写的八字评注，这个有大概也有个多少五六万字有没有？不止十几万字哦，这么厚、啊、哦，这么厚。嗯、这个二三十年前，现在那为什么我有听到所谓只评八字？这只评还是要分很多派系。对，什么子平学？你不要说子
己听的，甚至紫微斗数都有，很多派，还有神煞派，有四化派都有。其实不管什么派啦，你把它算准才是好派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不管什么医术啦，不管是中医、西医，有用的。你跳打可以帮我跳，我也觉得你很伟大啦。不会这样看的。我们不要搞什么派系，对，解决问题才是好派。知道，我们不会，我们很包容每一个东西，我们不会排斥，有效果就行。啊，有效比较重要。可是我的老师说他的很厉害啊。所以我觉得，我学过那个所谓风水很初基础的，你他讲两派互相那个怎样矛盾，你知道吗？经过实证你才知道的。真的，你自己我吹你都没有。你这个是不是姓王啊？啊？什么姓王？老王卖瓜。对啊，老王卖瓜。我的老师啊，又不是我，真就是不会骗人的、啊。有没有？我当时就可以让你解，嘛就感觉解决问题。是。它不像那些风水啊，对、哦、对。而且你要经过很多时段，那时过境迁可能会忘了。对啊对啊。八字你听一听就算，你也不知道是有些不准准不准，真就马上开始。哎、欸，但有些主要是有些排八字啊、哦，它不是光排过去。不是光排未来，他排过去，他可以跟你印证，可不可以？你厉害的人，但是没那么细腻，因为他只能，他不是一个数字，他一个趋势而已了。你如果还配合你自己的经验，对，有些人那种是我们学不来的，是、啊、那种天生的，你知道吗？嗯你如果纯粹是写这些深刻变化，你有限，你如果到六七成，你了不起哦。你要突破，你一定要修行。嗯嗯嗯，有时候真的是你是一定要细腻，查到。灵感或什么？对，有些东西不是靠这个可以知道的。是，我觉得这个茶可以推开身体的空间，就是好像把空间打开这样。我也想要介绍去李老师那边。比较少喝得到，还是就是可以啊，看他有没有时间呢、啊？礼拜天下午去哪里？很悬的，你要有心理准备啊！要有心理准备，很悬的。好好好，心理准备。礼拜天下午看你有没有时间。有时间啊，两点半，下礼拜。下礼拜。我们这礼拜要学画画。好，下礼拜。你对画画也有兴趣哈，真的是蛮有气质。没有啦，我就觉得这个老师郭老师讲的这个心灵绘画是完全是自己的感受，因为我上一堂体验课嘛，我就觉得他就说色块，我就拿一个颜色一直画。随便画涂满嘛，没有气力，但是来个派什么没有，对，就是，可是你在过程当中你会觉得，哎，我想要修正，这个不是我要的，我可能这边再深一点这样的。那等他说时间到，一个颜色，几个颜色，我只画一个颜色，那就把它放在，就它成为历史了嘛。那以目前我的状况来看之前画的，我就有一种感觉，说，哎，怎么感觉那画给我感受是什么？那我觉得这样是蛮好的一个方式，来等于说有点像照镜子一样。那你的色彩是用蜡笔呢？蜡笔、嗯、它叫蜡笔，水彩不是、啊、老师都用蜡笔、操作的蜡笔、好操作的。哎，中华哥你有参加是不是？我没有，他没有、我想说你我们境界不够。他说你的话，我说我就是在你那边上过一个体验嘛、就一个色块嘛，对，那我就觉得在过程当中我会有一些主观的想法，说我想要修改，因为这单个颜色有深浅嘛。嗯。那弄时间之后，我看，哎，我当时画的呈现的方式已经不能改变嘛。嗯。那事后我来看待它，哎，感觉那个有一种感觉。嗯。那我觉得这样蛮不错的。我觉得这可以一辈子在一直这样子，自己空闲的时候，一画画画到一个，等于说你是深入其中，那之后再成为一个局外人来看待那幅画的感觉，那来呼应，我觉得这样蛮好。这也是一个心灵的东西，对啊。对啊。哎，给大家闻一点香好了，好不好？好。我刚好有。